欢迎来到名人居家教学网，我是阿荣老师。刚刚的示范是芒种的副歌弹法，这首歌有用到调弦法，要把第五弦从 A 降成 G， 那依序是 E G D G B E， 调好之后，再像我这样子用移调夹夹在第一个的部分。那我们是用 G 调的音阶来弹。我们先来看副歌的第一行。高音咪 ，G 调的高音咪在第一弦三五七第七格，食指来按这一格咪，然后哆，中指来第二弦三五七八第八格咪哆，然后咪哆瑞，后面的瑞哆瑞上面写 S， 这是滑音。我们要从第二弦的三五七八第八格滑到第十格，这样子。这是滑音，啊 ，mi do re 这三个音是很快的连起来的哦。好，这样子连过来之后，啦啦，第三弦三五七九第九格，这样子，啊，很快喽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小节就遇到了和弦，啦，第三弦四指压住这个。拉被框起来就是要拨 E 脉的根音，第六弦、第三还有第六两根弦一起勾起来，拉，然后再来高音收，用无名指来第一弦的第十格，这样子，拉收收，然后 Re 用中指来第二弦第十格 Re， 然后收无名指第一弦嘛，收，然后 Re。中指又压回来 ，re 它又被框起来，就是要再补一次 E minor 跟第六弦，好，第二、第六一起勾起来之后 ，re mi 上面又写 S 滑音，我们的中指啊，啊十、十一、十二要滑到第十二格，这样子，二六一起勾起来之后滑过来，好，我们把前两个小节再哼一次。这样子，好，再来下一个小节换 C 和弦。C 和弦啊，我们的无名指来第五弦三五第五格，好，这个是 C 和弦的根音。C 和弦的根音原本是第五弦的第三格，但是因为我们给它降全音了，所以我们的无名指要往后两格补回来，这个才是它现在 C 的根音。好，它要的音是拉第一弦空弦音，然后搭配第五弦根音，无名指压住这个一五一起勾起来。拉西，食指来第一弦的第二格，拉西哆的时候，食指再弯进来第三格，哆拉食指放开，拉啊收，食指来第二弦的第三格收。好，它的下一拍横线就是没有音，但是它框起来要再拨一次 C 的根音，第五弦再拨一次这样子。好 ，C 再合一次哦。这样子，好，再来 so 搭配 G 的根音，第五弦空弦音就是 G 的根音，第五弦跟第六弦第三格，都是 G 的声音，直接用第五弦比较方便。然后 so 第二弦的第三格搭配第五弦 G 的根音一起勾 so， 好，再来高音高音 so 第一弦第十格这边。用小指从前面随便一格滑过来，因为 G 斜线指上，这是滑奏，这样子，前面随便一格，要压紧，勾出来，有声音之后开始滑到第一弦的第十格，好，滑到位之后，后面还有一个收嘛，再勾一次，好 ，Re， 无名指第二弦第十格 ，Re， 拉第一弦空弦音。好的，第二弦三五七八第八格都有框起来，要再补一次 G 的跟第五弦的这样子。好，这个 G 稍微有点复杂，再合一次哦。好，再来 Re 无名指第二弦第四格搭配 D 的跟音是第四弦空弦音，第二第四一起勾起来 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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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食指。然后 Re Mi 无名指滑到第十二格，
然后哆四次，赶快再回来框起来，再补一次 D 的根音第四弦哆。好，这个 D 再合一次哦。好，下一行啦啦，它原本是 D 弦的空弦音，但是这边写零行十二，这个是泛音的意思。我们要用第十二格，三五七九十十一十二，大概在这边。然后它上面特别注明一二，就是第一弦跟第二弦，第一弦跟第二弦的第十二格金属正上方，无名指轻轻这样碰住，右手的食指啊，来拨一二弦这样。好，这个左手的无名指碰得越轻，它的泛音的声音会越明显。有声音之后，左手移开，这是泛音，自己多练习，这个泛音声要亮一点才好听。好，到这一边是副歌的第一段，我们慢慢再合一次。嗨，我是阿老师。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点击订阅和分享哦。